咱是咧擦皮鞋，咱是咧洗衣。所以你们结婚几年？24、25。24年，今年迈向第25年。你让我数学算一下。这个衣服真的就是可以看年代双排扣。第一次拍婚纱的时候，就是摄影师要求你做这个做那个。对啊，我那时候还跟摄影师吵架，就是说我不愿意摆这个动作。啊，现在不一样。现在摄影师是我自己指定的，是我要做什么，他就等下拍我什么。